Did.妈妈，嗯，你在看什么？妈妈在看人家吃面包，吃好香啊！你想吃面包机啊？我叫爸爸去做。爸爸，不可能做吃的，就想开溜啊！那你们想吃什么？妈妈想吃面包机。好吧，爸爸去做。放入秘制酱料，马上吸取，放入烤箱，上下火250度，烤一个半小时，气烤好，出炉。500克面粉，放入2颗公鸡蛋，放入50克白糖，3个酵母粉，放入250克，温开水边倒边搅拌，盖上，醒发半小时。揉面排气，把面擀开，气爆，包上菠萝皮，抹上鸡蛋液，给它画上菠萝纹，放入烤炉，烤20分钟，面包器烤好，面包器做好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记得把优赞放在二点上，老家一起吃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点头让进来哦。